今天、嗯、你们家乡话老婆怎么叫的？西摸。学会了西摸、嗯、那老公怎么称呼呢？不知啊，什么不知啊？今天你叫我干嘛呀？你干嘛？你居然叫我这个样的称呼，那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去哪里？你把手伸出来，来。是我偏偏就是不想要转弯，就算不开灯的房间真的有些暗，夜色又来的时候想说为什么只留给我一半，难道是因为出现的人都伪善，擅长告别擅长躲闪擅长。距离日本办核污水已经100天了，我突然意识到有些事儿，如果现在不带纪念去做的话，可能以后就再也没机会了。于是我们飞行了2000公里，带纪念第一次见到了大海。世界这本书，我们有多努力？是吗？好吃吗？好吃。好香呀！好吃吗？从梦想装进斗篷，看一看世界和繁华。年少的心中有些轻狂，如今你自来回家，曾当心中的姑娘。今天、嗯、你知道我带你来哪儿吗？知道。这是三亚最大的国际免税店，今天好好带你逛一逛。未曾多少年，一封信要迟来多少天，两颗心要承受多少痛苦的煎熬，才能够彼此完全明了，你应该会明白我的爱，虽然我从未向你坦白，多年以来默默对你深切地关怀，为什么你还不能明白。